全球受到疫情的冲击，曾经到几乎停摆的状态，但是老化皱纹松弛可不会就此停止，也不会如此轻易的放过你。要青春要美丽，就是要不断的突破再突破。怎么能够让50岁到70岁的女性依然拥有童颜美肌，是我与宏源医疗团队终身努力奋斗的目标。在今年，我们透过数十场医学讨论会，将最新的医美科技导入到保养品市场，以平价式的居家医美带进您的保养日常。我们准备好了，为了您的美丽，一切都值得。